果鲜斗海鲜。嗨，而家夏天有冇见到周围都系生果呢？其实呢啲生果唔系净系爱嚟食噶，你爱嚟做菜咧系非常之精彩嘅。例如配海鲜啦，又有创意，又可以五颜六色，仲有啊海鲜嘅咸鲜味咧，配起生果嘅鲜甜同埋果香咧系非常之绝配嘅。咁咧一阵间就会教你做一啲用海鲜同生果一齐配搭嘅菜式。先在鱼的表面介上菱形花纹，每行深入大约一寸，然后在鱼身两面搽上老抽、盐和糖，除了有调味作用，还可以令鱼身上色添啊。然后用铁签串起鱼成为 S 型，游水状至鱼可以站立。将蕉叶放焗盘底，放入已经预热至摄氏220度的焗炉烧20分钟。准备水果、菠萝削皮、起丁，切件放入盐水中浸泡。奇异果切块，烧热锅加油，落姜片、菠萝略兜，撒上糖、酒，猛火烧菠萝，令到佢略带焦糖味。加入奇异果，将芡汁中嘅其余材料全部加入，兜匀之后离火，拌鱼上碟就搞掂啦。当你哋成个菠萝买翻嚟嘅时候咧，你开咗个顶啦，你有冇见到呢个嘢咧？呢个咧千祈唔好抌啊，因为咧其实佢就是菠萝嘅根嚟嘅。当你咧屋企如果有个好大好大嘅花盆，或者有个花槽仔，总之好似落地种咁上下啦，咁一年之后你就有菠萝噶啦。